做这些事情，好，那个应该是说，像今天有大姐，有外面的素食摊位，是谁找来的？对，今天我在这里，也是他找我来的，所以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也很谢谢大家，感谢行者素科爹与刀餐车，还有原乡养生茶饮。这么多单位来协助我们的素食的推广哈，空间好了，来一起来哈，来一起来，餐车吗？蜂蜜在哪里？来，我们素食在不在？谢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好，来，我们。区里面如果要训练那个健走站啊，都可以找我们雪珍老师哦。好，我们的伊丽美丽夫人，好，谢谢专家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整个那个会务的运作哈，谢谢两位。好，两三个个案都用过他们的服务哈，对，那那个郭恒进啊 ，OK， 好，这个老朋友了哈 ，OK， 好，其实他是那个旗山的人，更屌，好，隔壁啊哈，他是旗山的人，好，他来到了山顶，算是最近都去偏乡，去偏乡就是要全程讲台语吼，所以本来台语嘛袂啥叻得，即摆还可以吼。首先呢，我真正爱做恭喜我们的洪静，也是只有辛苦的面临到一些就是老人保护相关的议题，我们也很那个高师大的陈教授，真的在推动社区的一些方案的时候，有结合一些相关，现在他们正在推那个一级预防，社区的预防。那如果说卧床哦，卧床就会失智了哈。所以那个爱做注意，那个底那个底够厚的厚，现在得几万块的，够不够？够哈，那个到骨上，当然几万块的肉，够够够厚的厚，脚不高，然后脚不修，然后改去四个运动的去四个地方比较危险，改去对行就去对行我每次演讲就叫大家离我远一点。那今天谢谢，我都叫他郭恒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。好，谢谢那个恒庆找我，他很早就跟我预约了啊。那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人元旦在办演讲，然后我就想说元旦。像什么大同医院什么都可以嘛，都可以，高一什么都可以。对对对，你们写好之后直接拿去医院的社工室，他们会很感谢。
像刚刚讲的，年底的时候会核算会多一个奖状，然后我就上网去查，然后就写 mail， 然后他们就给我回复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小孩子我要方便携带，怎么办？让他们做一样可以拿得到。好，那如果他要进阶的话？抬到酸，一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下来。好。Won't you take me to Funky Town? Won't you take me to